师傅，再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我最近嘛，我们这里，就是我们这边，就是我们每逢星期五都会有那个白话佛法，共修一起读白话佛法嘛。那最近呢，就是有一个同修，他比较资深的进去修心和修了3年4年多了吧，这样。可是呢，最近他就有面对了一些问题，跟一个新门呃一个新同修教，就是在外面有诽谤这位同修啦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如果这位比较资深同修去参加白话佛法，我就不去了。那这位资深同修他是经常会念，因为他读懂了中文，他会念给我们听。他就说，如果是我去了，能够找到他不去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师傅，您可以对这个同学开示一下吗？我是觉得，如果是正的，我们就去，没问题嘛，对不你就是因为一个人反对你，你就不做了？那师傅还被人家诽谤呢？我修行不啦？我腿软不啦？对我看你们印尼真的要好好集体念诵心经，听不懂啊？要开智慧，被人家一讲，马上退缩了，这算什么修行啊？一个人有意见，十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样的。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一样的想法，你说可能不啦？对啊。好了。好的，师傅。OK，我叫他听录音。好的，师傅，弟子没有问题了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